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一道从华盛顿看天下。今天打算和大家来谈三个话题，一个是美国的专家说要构建完整的 5G 网络，全世界只有一家公司有这个能力，就是华为。这是为什么美国现在要联合世界上各个国家，希望能够避免这个和华为走得太近，最主要的原因。另外呢，还想和大家谈谈是80几岁了还算得上寻衅滋事呢？这铁流他终于刑满了，解除管制了。严家淇先生特别的谈到了铁流，这个他为什么到了这个年纪还会被搞个什么寻衅滋事？那么最后还想跟大家谈谈，这是一个最新的发展，是在美国的爱荷华大学 Iowa 这个学校，他把一个中国学生开除了，因为这个学生作弊，而且是不止一次，这个事情还打官司到了法院里边。然后呢，这个让人想起来，美国曾经有过一个研究报告，说在大学里边的作弊事件，外国学生比美国学生高得多5倍以上。然后呢，这个外国学生当中名列第一的就是中国学生。好了，我们先跟大家谈谈这个华为。这个最近呢，美国谈华为谈得非常多。那么在几个不同的场合里边呢，特别是一些智库，还有像这个在国会里边那种听证会，就会谈到。这个有的人觉得美国是不是太偏执了？美国现在对于外国公司的怀疑是不是有一些过火了？或者说是华为这样的公司，或者是中兴这样的公司，它真的对美国的利益会构成损害吗？这个事情呢，当然在这个高峰的时候，就是美国的这个请加拿大把孟晚舟华为的副董事长兼这个首席财务长给扣住了，然后现在呢要开始辩论是不是要把孟晚舟引渡到美国来受审。那么孟晚舟究竟做了什么事情，或者是华为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会引起美国这样高度的关注？那么这里边呢，还有就是说，大家会想到说，美国现在是仿佛有一种围剿的态度，就是要联合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想到孙中山先生的这个遗嘱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美国现在是联合世界上共同意识到中国可能对世界各国的利益造成侵害，然后要全力对抗。那么这里边呢，是这个首先就要讨论到说，在华为自己强调自己是民营企业，中国当局也说华为是民营企业，但是呢，这个美国的专家哈，现在越来越多的担心说华为有没有一个后门。美国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说证明华为有后门，但是呢，这个美国很多人怀疑这样的后门会当后，就今后万一在什么时刻的时候给中国政府开了方便之门，那么这个方便之门呢，对于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利益会造成伤害。所以呢，美国所谓不能不防。当然也有一些人说，美国是不是自己啊有这样的一个后门，所以呢就总想着人家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后门。那么这个其实早在2012年的时候啊，美国当时这个国会的这个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专门就2个公司啊进行听证，找了政府官员，找了专家学者。当时2家公司，一个就是华为，另外一个就是中兴。那么当时这个众议院的锁定这2个，然后现在中兴的事情暂时消了，6年之后，华为的事情处在风口浪尖上。而且呢，现在啊，至少到此刻看起来，美国呢是这个决心要联合各国对华为啊展开这种强烈的管制。当然，这个很多国家加入了美国的行列，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也有的国家不觉得说有必要加入美国的行列，比方说这个德国啊、法国，也有的国家说是在这个美国所主张的要提高警觉，我们认可。但是呢，华为是不是有问题呢？这个没有证据。还有这个国家呢，就是说华为所这个掌握的这个 5G 技术，我的国家所没有的。所以呢，那我现在只好倚重华为。所以现在这个在美国这边就讨论一个观点呢，就是这个在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有一位专家啊，叫这个姓 Kitchen 是什么？厨房嘛，是这个姓氏啊，但是这个名字我们都是译音，我们就要把翻译做基钦吧。这个基钦呢，在一个座谈会上啊，他讲到，他说美国啊，为什么现在对华为啊是多方的防范，就是因为全世界你拥有这样的 5G 的技术，构成一个完整的 5G 的网络，
全世界只有一个公司有这样的能力，就是华为。也就是华为在它的研发，在它的投入使用上走在世界的前沿，这是其他国家所赶不上的。华为的这个本身的研发工作啊，在这个世界各地啊，还没有想到这个5G 的时候，或者是对于这个5G 啊，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的时候，华为已经不但是研发，而且开始投入生产。这个呢，恐怕是美国在面对华为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多方的对华为产生各样疑虑的时候，美国自己也应该有个检讨吧。这个专家讲了一个观点，他说什么是4G 和5G 的差别呢？那就是你家里面浇花的那个水龙头啊，很多人美国人那个院子里边一个水龙头浇水的。4G 啊，就等于院子里的那个浇水的水管。5G 啊，就是消防车来这个消防栓，我消防车的那个大排水管，那个用大的那个水管。那你想啊，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量也好，它的值也好，那是有多大的差别？所以这个4G 和 5G 的差别，华为或者是中国很早就发现了，或者说很早就投入了研发，这个恐怕是美国自己也想不到的。美国觉得很多事情，美国是知世界之牛耳，美国是全世界在很多技术上的领先者，美国所投入的研发也确实是让你一到美国来要感受到这个地方是不断的它求新求变。美国的教育也鼓励学生啊去开拓自己的思维，所以创新在美国是一个很受鼓励的事情。然而在 5G 网络上，美国的创新怎么就比起华为就差了这么多呢？这个还讲到说，现在啊，刚才讲说很多国家他考虑到说他自己没办法，因为呢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位这个 Kitchen， 他就讲说只有华为有这样的技术的时候，你各国发展 5G，请问你能不能不发展？非得发展不可。请问你要发展，你自己能力不足，你要找谁？找美国，美国帮不上忙；找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国家也帮不上忙。所以呢，就会找上美国。这里边还提到了，就是这个其他国家有没有这个有这个意愿要来研发五 G？ 很多国家就算是没有研发的意愿，它也有使用的意愿呢。你想吧，你过去这个下载一部电影啊。一部影片或者下载一个大量的文件要花多长的时间？如果是 5G 的话，这个时间呢缩短到了十分之一甚至更少，一个小时的也是几分钟就完成了。请问你要不要 5G？ 所以呢，这个想说就让美国现在有这个专家觉得说，美国啊现在这个对于华为的看法就是好像在100多年前美国刚刚发明汽车，然后呢就请了这个中国来帮美国修马路，来帮美国设计新型的车种，来帮美国定交通法规。你说这个美国人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呢？那么问题就是，现在你不靠华为，是其他的国家，问你美国能够帮我多少忙？这是现在啊必须或者说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但是呢，这个美国呢讲的哎，确实也让很多国家是有跟美国共同有这样的忧虑，那就是到底这些中国公司它和中国官方的关系是什么？它到底是中国的统治之下的一个真正的资本企业吗？或者说它只是这个一个掩盖着资本主义的外衣，本质上仍然是为共产党服务的这样一个企业体呢？这个是让美国不能不防的。再有一个呢，就是中国的法律定得很清楚，这些公司在情报工作上必须要和政府合作，它没有其他的法律细则规定。但是大家知道，在中国当局要求你这样做的时候，而且现在法律上又明定的时候，哪一个公司敢不从呢？所以这也是美国担忧的。还有呢，就讲说这个当初华为它开始研发 5G， 它是在政府鼓励之下，甚至可能是在政府协助之下，也许有些什么样的这个补贴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优惠措施，我们不是很了解。请问美国能不能这样做？一般来说，美国的这个自由竞争啊，是美国的企业的主力，所以呢，美国政府啊给你钱从事这样的研发，他就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子，就是说了就算。这个美国研发像这种战机，是美国投下大笔的经费，而且这个不是一家，因为他希望能够有个竞争的效果，所以呢，通常两家公司在研发，然后最后呢选择一种用品，一家这个产品作为这个标准这个使用。
但是呢，对于另外一家这个研发所投下的经费，美国政府也给你，要不然的话你不血本无归吗？那现在就有人问了，在这个 5G 产业上，美国当初怎么就没有想到也应该像鼓励企业研发战机这样的做法，美国政府给予大量的研究资助呢？当然现在谈这些事情啊，都已经为之可能为之晚矣。那么究竟接下来会怎么样做，对吧？现在这个美国人呢，感到说很多国家未必接受美国的意见。像这个看到有一篇文章讲，他说请问这今天我某一个国家外国政府他决定跟你美国一样来抵制华为，那我能够叫我所有的企业也都禁用华为产品吗？就不一定能够做得到，除非你要开始订定这个法律规章，就跟美国这个国防授权法案里边要求哪些公司你跟美国政府有来往是接受美国政府的钱的，你不准用华为。这个呢都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要订定法令来做的，所以呢会不会是这个禁止华为啊会不会晚了一些？那么这个事情呢现在看起来似乎也无解。那么总之呢就是如果要有一个从得到一个什么心得的话，那就是美国在很多这个高科技的产品上走在前头，刚才讲这个战机的研发，在太空方面，那美国愿意花这些钱，五 G 当初美国是为什么没有想到呢？好了，这个话题这我们到此告一段落。下面谈一个话题啊，就是八十几岁了还会寻衅滋事。这是这个严家淇先生啊，这个大家知道严家淇先生在这个坐过牢的，然后呢他有很多这个真知灼见的，他对于中国议题这个分析啊那是这个非常受到尊崇的。他呢就讲说这个铁流啊终于刑满，他跟铁流两个先生啊两个人呢曾经一起坐过牢的，一起受过苦的，很多这个心里话是可以彼此说的，也对某些事情上是这个意见不同的，甚至这个争辩的面红耳赤，几乎要吵架了。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他呢这个应该说是更有资格来谈谈铁流终于刑满。所谓这个刑满呢，他并不是服刑期满，他说就在前几天，成都市青羊区司法局光华街道办事处司法所这个头衔真长啊，他说向铁流也就是这个黄泽荣先生啊，就向黄泽荣宣布缓刑期结束，解除已经实施了4年的社区矫正措施。铁流先生86岁了啊，这个他当初啊是在这个社区管制措施啊，就是跟大家读一读，就是剥夺政治权利，要定期向所在的警方单位汇报个人的行踪和思想，还有呢就是要这个因为现在电子科技非常进步，然后呢当事人随身要携带电子监控设备。一个人86岁了还要这样子啊，这个接受所谓的社区矫正措施。严家淇先生说啊，这样子当局对他一个严密设防让人感到啼笑皆非。铁流先生啊这个曾经做过成都晚报记者，1957年被划为右派，2015年呢又被成都市青羊区法院以非法经营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所以到前几天是缓刑期满，这就是我们写的他刑满了。那么这个对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呢？这个严家淇说他跟铁流啊两个人相识几十年，他说啊这个罪名是非法经营。什么叫做非法经营呢？说呢铁流先生啊就写了书，然后呢没有经过当局许可自行印刷，然后呢这个就这四处散发，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写的往事为痕。什么是往事为痕呢？就是反右的时候开始他所接受的这个遭遇的几十年的苦难，还有呢当年很多难友，很多当初一起经历过这样苦难的人，大家呢回忆啊。所以你看嘛，这个第一册打个括弧后面是什么？回忆纪实篇。这里面呢这不是批评时政，都是回忆啊大家所经历过的那个灾难。所以呢他说这个严家淇讲，他说这个呢他又没有拿来卖，就是这个亲朋好友大家分送，就很多人这个等于是写一个自传体一样嘛，很多人这个纪念自己的这个父亲啊长辈啊也是写了这样的这个文章的书啊，他是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目的嘛，也不是用来盈利的，就是散发给亲朋好友大家作为一个纪念嘛。
所以呢，这个他说这个非法经营，这怎么会成为这个一个罪名呢？哦，他说呢，哦，还有呢，这个刚才看这本书《网事微痕》呢，在国内外名噪一时，被很多美国的大学图书馆收藏。那么这个没人家学，这个是大学里收藏，又已经过了好几年，然后你把人家抓起来，说人家这个什么样的罪名是寻衅滋事啊？原来寻衅滋事不是因为《网事微痕》这本书滋事，而是因为哈、啊，铁流曾经在一个国外网站上写了好几篇文章，批评啊，那在2014年左右，批评当时的这个中共中央一位这个常委，说这个常委啊是腐败的总根源，乱搞女人等等。哎，这个严家其实人讲了，他说这个铁流啊，在1949年以前呢，那个所谓的旧社会，他是个茶叶店的学徒工，然后呢，识字也不多。那么这个在这个铁流先生就觉得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开始有了这个翻身啊的机会啊，然后这个真正是得到了解放，然后就学习，然后呢做了干部，还能够成为报社的记者，所以呢。铁流跟这个很多中国人一样，他觉得是这个感谢共产党哈、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对于说这个自己所遭遇的灾难，他不认为是共产党的错，他认为是毛泽东的错。那么，这个他说这个现在他在那个60年前被打成右派，但是之后呢，他就是鼓励大家，这不是讲忆苦思甜吗？他是鼓励大家要忆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之甜。所以呢，他就认为说是共产党是爱国爱民的，中间呢就是不幸出了一个这个毛泽东这样的领袖，所以呢他是这个对毛泽东个人很反感，就严家先生的话，对毛泽东个人很反感，但是对共产党崇敬有加。他说这个，说如果说是没有毛泽东这样的人的话，那共产党就真正是可以把这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蒸蒸日上。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氛围之下，像铁流先生，他对习近平当初是抱着非常高的期待，为什么呢？他当初啊讲过，他说这个，这个严家淇讲说，铁流认为啊，习近平是习仲勋之子啊，那习仲勋是中共早期的这个所谓的开明派的人士之一啊，而且呢，这个习仲勋是这个曾经遭受过批斗的，那么这个习近平个人呢，他也是经历过文革的，所以呢，这个。按照铁流先生认为啊，就是等到习近平啊真正登上大位之后，他一定可以大刀阔斧地实行民主改革，可以把毛泽东那一套完全否定啊，中国就有希望了。他说呢，这个严家淇先生的意思说，这样的这个观点呢，其实在中国很多人，包含一些有名的人呢，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共产党在中国的这个体制，它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集团，它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更何况，真正掌握最高权力的人，他还有他自己的盘算，有自己的利益纠葛呢。那么，所以呢，你看到这个画面上，当年习仲勋被视为一个反党分子，遭受到批斗。那么，习近平看到了那样的情况，他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是，这个印象。会使得习近平因此他就会走上民主改革吗？这个不必寄予太高的期望。这个中国人呢都有这个期盼明君呢还有这个是反贪官不反皇上等等的观点哈。那么这个严家淇先生有一段话，他说有些中国人觉得说如果都是清官的话如果这个出现明君的话，那么一党专制独裁也可以带来。和平繁荣的盛世可以带来长治久安，他说：“其实呢，别忘了这一个党啊，什么时候为他所犯下的罪孽道过歉，什么时候承认他这一套是这个过时的，或者是根本是欺瞒的，什么时候他能够让大家对于未来这个充满信心，他能够经由体制上的改革，或者是像美国所期待的中国在经济上、体制上的改革。”结构上的改革能不能在政治上也有体制上、结构上的改革呢？严家淇先生啊，最后有一段话，我读给大家听哈。他说啊，这个在中国有一些人所谓的旧党派，就是说这个旧党就是他旧共产党，因为共产党里边
出现了这个毒瘤啊，出现了害群之马，把这个毒瘤害群之马除掉，这共产党就是可以带领国家走向康庄大道的政党。他说你错了，他说你看呢，现在这个80几岁的人，他认为共产党是这个可以救国救民的，结果呢他还给这个抓去了判刑，到了86岁最近才是这个解除管制，这就已经说明了这些幻想啊是应该是要彻底磨灭的。他说这个也不要对于这样的一个政党啊，他究竟是不是一个所谓的政党啊，或者是他是根本就是一个只求掌握权力不管民生死活的这么一个集团呢，实在不必对他寄予什么希望的。好了，这就是跟大家谈谈80几岁的人还被判刑，还要这个定期报告自己的政治思想、自己的行踪，还要带着这个电子监视器，这样的人啊，这个成为今天这个中国社会啊，对于党还存有幻想的一个最明显的这个证据。好了，这个在今天节目最后啊，跟大家谈谈考试作弊这回事儿。你看我们这个标题，美国大学作弊事件，中国学生排第一，这个是这个以前的《华尔街日报》做过这么样的一个调查，是这个。那么我们之所以今天谈这个题目，开头讲过，爱荷华大学啊，这个 University of Iowa， 他把一个学生给开除了。这个学生的这个译音呢，名字译音叫彭真音，大概是姓尹或者姓殷啊。那么说这个学生在商学院读书，马上就要拿到学位了，说春季班就要毕业了，那应该就是这个最近了。可是呢，这个他论文抄袭，考试的时候欺骗，那么已经是第三次了，就被学校给开除了。说呢，在今年元月的时候，这个本来学校就要请他走路了，但是这个官司啊打到这个法院那边去，这个法院就说当时呢，这个甚至打到了这个爱荷华州的州的最高法院，但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呢，当时讲了一句话，他说呢，这个。他是用英文的，但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宁可错放10个，也不能让一个人这个让一个人冤屈的受苦。按照中国人有这个话嘛，宁可错放100啊，不能错杀一个。为什么呢？他当时啊，这个法官讲，他说，老师怀疑这个学生的论文是抄袭或者是作弊，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论文完全是一套标准的美式英文，那就是这个从小是使用英文的人写出那样的英文。跟这个学生平常在课堂上的表现，跟他其他的报告，他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使用的英文，那完全是判若两人呢。所以老师是这个什么样的这个怀疑啊，是不可能是他写的这个论文嘛。法官说缺乏实质证据，所以呢当时就这个批驳了学校把他开除这件事情，所以他继续留在学校。而现在过了这个2个多月3个月不到，这个学生啊他自己承认的。这个还是不错的，这个学生中国人讲嘛，虽然呢他可能有好几年的时光啊白费了，也不能讲白费，你在美国这个地方体验到美国的社会，接触到美国的校园生活，和其他的这个学生啊，包含美国学生、中国学生还有国际学生有互动，这个对你人生的成长都是很有帮助的。当然了，单纯就是说也许本来这个在几个礼拜就要毕业了，那么现在呢可能这个你要转学或者要另外找学校，很多学校呢可能会要搞个清楚你究竟为什么要转学啊，一查原来有这个不名誉的过去啊，其他的学校很多学校可能也会有这个更多的忧虑啊，所以可能也不是个太容易的事情了。那么但是这个学生他承认，他说呢他这个做的不恰当的事情，他确实是这个抄袭，而且呢他说他是请人家这个帮忙把这个论文呢，这是这个已经不只是动了手脚，根本就是别人动手写的吧。那么这个刚才讲说，为什么说这个中国学生在这个作弊的史上成为美国第一啊？有一个统计数字说，这个国际学生在美国作弊的情况比美国学生要高得多。为什么呢？说这个《华尔街日报》那个时候讲说，100个美国学生里啊。作弊的不到一个，1%都不到。但是这个外国学生呢，作弊的100个里差不多有5个，这个有统计数字的5%，所以比美国的学生作弊的比例要高好几倍。那么这些外国学生里边，又以中国学生作弊的情况最为严重。说这个我们其实是在上网啊，
这个查这些美国的这些这个案子，好多个。在过去这几年，有一次一下子就是抓到这个四个学生，这四个学生里边呢，就有一个人专门负责给另外三个人这个这写报告啊。这里面还有就是请人家帮忙代为考试的，还有呢就是申请学校的时候呢，哎，说$10,000交给一个公司，那公司保证给你弄到一个不错的学校。你想何至于要花这么多钱呢？那就是因为他这里边有很多是非法的作为。这里边还提到了说，这个学校里边呢，对于这个考试作弊这件事情，很多中国人觉得，哎，就是个骗人嘛，你这个老师在不在办公室？不在，不是，其实老师在办公室里边，老师请你说，哎，你帮我讲一下，不要别就说我不在啊。中国人很多这样的嘛，是吧？哎，我们小孩就跟大人讲，哦，王伯伯，您来了，我爸爸说他不在家。中国人对于这个谎话这件事情啊，好像跟这个西方人或者美国人呢差距很大。美国这个考试作弊啊，那就是走路。这前几年呢，说这个西点军校一次开除了十几个学生，为什么呢？那个考试啊是这个可以带回去的考试，美国人叫 take home exam， 这个考试你带回家去，自己这个上网啊，自己查资料啊，然后这个写一个这个考试，也是一种考试，但不是在课堂上考。带回家去考，带回这个宿舍去考，军校学生们住在宿舍里头。那么可是呢，他规定你不可以相互讨论哦，这相互讨论就构成作弊。结果呢，这几个学生啊，花好久，那个时候还没有网啊，那几个学生，十几个学生相互讨论，后来呢，这个查出来，后来这个事情曝了光，老师不查，学长来查。大家知道，在这个美国的军校这种学长学弟制的。实施的很严格，学长来查这个事情，后来一共十几个人全数开除，因为呢，这个军校里边或者是美国的军人啊 ，honor duty in country 就是荣耀责荣誉责任，然后这个国家，是把这个荣誉和责任列在国家之上。当然，你可以讲三者同样重要。总之就是什么是荣誉呢？那就是我诚实无畏的。说每一句话，做每一件事，答每一道考题。大家知道，这个美国有的学校，它就是这个荣誉制度。考试什么叫考试荣誉制度呢？没有监考老师，助教来或老师来把考卷发一发，老师干自己的事，助教忙自己的事，大家在教室里边，你就自己这个作答了。然后时间到了，老师或者助教来领考，再把这考卷收走，没有人监考。但是每一个人都在那个地方本诸荣誉的精神，诚实无畏的。不去翻看书，不去问抄人家的，不去跟别人交谈，安安静静在那个地方作答。这种荣誉制度啊，在美国的大学里面是非常讲究的。但是说这个中国人来弄坏了很多这样的制度。说这个还曾经有过，是就前两年嘛，说好像是加州吧，一下子有四十几个这个中国学生啊给抓出来。为什么呢？他们呢是一团伙了，请了五个人啊专门帮他们考试。你想，这还真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啊！这一年呢，又考好几次试，然后呢，这几个人就固定帮人家考试，然后挣了不少钱。那这个考试考一次试，说有的这个是要$5,000到$6,000呢，哈，这个也是这个数字不少啊。但是是一种犯罪所得，这个在美国是要坐牢的。还有呢，就是说你这个最后中国学生他不知道这个严重啊，他拿这个考试成绩，然后申请学校到美国来。哎，他是要拿到签证才能够来美国的。那么之所以能够获得签证呢，是因为这个学校同意这个学生来美国读书。所以呢，他这个考试作弊，因此而取得了学校给他的许可，然后根据入学许可来申请美国签证。他就是在欺瞒美国政府，因为他是用一个不诚实的手段获得的成绩，得到了入学许可，然后来申请美国的签证，这是欺瞒美国政府，所以呢要坐牢的。那个当然了，那有的时候就是把你驱逐出境。所以在美国有一次有一个这个中国学生，就是到这个法庭聆判要听取判决的时候，他行李箱就摆在旁边。为什么呢？这个判决完了说就关两天，两天关完了就强制执行把你送到机场让你飞回中国，所以行李箱就到法院就一起带过来了。这里面说这个还有这个荒唐到什么程度，我们时间的关系简单的讲。说在这个中国有这样的网站，哎，他就告诉你说，你付多少钱，我们帮你保证弄到多少分数，然后呢，哎，没有拿到这个这么高的分数，
或者没有拿到就你所希望那个学校入学许可的话，我们就不收你的钱。好，这个呢就是形成了一个犯罪的行为。然后呢，嘿，他还有一招，你想说那我最后呢，我有人就想我，那我到最后拿到入学许可我也不付钱吗？那个网站就告诉你说，你的各样资料都在我们手里，包含你的这个行为，什么行为？犯罪行为。这个做这样的事情，请这样的网站帮他来弄成绩，帮他代考，帮他作假。啊，这个记得下，这句话要提一下。他说呢，这个曾经美国有一个教授，他说他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具体的统计数字，但他就看这些学生的这些成绩啊，因为你的这个考试在考托福的时候英文怎么样，能到来到美国读书的时候表达怎么样，他这里边就会高下立判嘛，就发现你这个数你考试的时候是问题很大的。然后呢就发现他说70%的这个中国学生啊，申请美国的学校的时候写的那个文章是别人代写的。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统计数字说，这个中国的学生申请美国大学50%的成绩啊，中学的成绩是经过篡改的。这个实在不，这个都是这个中国人觉得非常羞辱的一件事情。刚才讲你呢上了那样的网站啊，他帮你弄到了一个学校，哎，你很高兴来美国入学了。你想过没有，你一辈子都会遭到那一个集团的这个可能的勒索。你当初作假，你的这个成绩，你的这个成绩作假，你的论文他帮你代写，甚至考试他帮你找了专家代考，要考2000分，他差不多就能够考在1980到2050之间。哎，这个通常这个找来代考的是确实是高手，然后这个待遇也很好。可是呢，你一辈子就落在他的那个陷阱里边了。你什么时候他过了几年，当你这个所谓的功成名就的时候，突然有人来了。说你现在这个很风光了，当初你的这个成绩是作假的哦，我们都知道，所以呢你现在是不是按月应该对我们有些回报啊，想想看这样的可能的风险，就对是不是要作弊来取得所谓的好成绩申请学校，你恐怕要思之再三了。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我们下次再会。